BW901 装机视频。首先，将仪器安装完毕后，将打印机盖板打开，安装打印纸。将打印机右侧的扳手掰开，滚动打印机右侧的滚轮。打印纸出来以后呢，将扳手压平，扣上打印机盖板。仪器开机。仪器进行自检。仪器自检完毕，装入试纸，将选调箱盖打开，拿出试纸，按照选调仓内的试纸顺序，将试纸装入选调箱。将选调箱盖封闭。此时仪器准备测试，将待测标本放入选调架推进架上，仪器按开始键进行测试。此时仪器进入测试状态，第一结果测试完毕，仪器液晶屏会显示测试结果，同时打印机打印出测试结果。
此时，待测试管的尿液已经全部检测完毕，但是仪器正在测试其他纸条。仪器全部检测完毕。此时若不需要仪器继续工作，将仪器直接关闭即可。按开关电源。仪器检测完毕。仪器自检完毕，装入试纸。将选条箱盖打开，拿出试纸，按照选条仓内的试纸顺序，将试纸装入选条箱。将选条箱盖封闭。